我二九八，再打一只，再打一只。照他张泰山的头，那个摄影师真是的，不瞄准他的脸，一直照他的头干嘛哦？有啊，那道光，有。没有啊，你没有看那个吗？哦，那颗全垒打嘞，哎，怎么没有重播？看到这个球其实在外角哦，那整个延伸做得很好哦，重心的配置哦，会帮助我们打配的相当好。哇！今年林志胜在天母，这是第三轰啊，那有两发是采取反向的攻击，这点也是不容易。那今天的目前的风势也比较符合我先前问过林志胜，在天母开轰的要件之一就是不要有风，因为有风通常都是逆风，而且乱风很多，是因为我们这边靠近这个阳明山呢，就。